你知道宋六龄埋葬了几位宋代的皇帝吗？宋六龄为什么选择了绍兴？宋六龄、绍兴、南宋到底有什么关系？The Six Mausoleums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in Shaoxing are the largest complex of imperial mausoleums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Now, the mausoleums have become an icon of Song culture. 宋六龄呢，更准确的说法应该叫南宋皇陵，啊，它最初是包括了这个北宋的徽宗皇帝的永佑陵，后来又增加进来的这个高宗。孝宗、光宗、宁宗、李宗、杜宗六座南宋皇帝的帝陵，所以总共其实是有七座。在南宋初年呢，绍兴一度是成为临时的首都，就所谓的行在。然后当时因为孟皇后在这去世以后，就安葬在了绍兴。再之后又有了这个宋徽宗的灵柩南返，所以呢，这里就成为了南宋的祖宗陵寝的所在。历代的这个南宋皇帝呢，最后呢都安葬了在绍兴宋六龄这一片区域里，使得这片区域呢，实际上它成为了，代表南宋皇权，它的一个正统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符号。As the remains of an ancient Chinese regime, the mausoleums have carried on its legacy for thousands of years.